安徽六安华悦体育科技产业园概念规划设计方案，受安徽省政府省体育局邀请，为打造安徽乃至中国体育龙头企业，影响和服务全球运动体育爱好者，川崎体育集团携手安徽省政府，打造安徽省首个绿色生态科技互联网体育产业园。项目概况：项目地位于安徽省六安市，地块紧邻辟河风光带，总占地面积8万平方米，基地场地平整，地形高差不大。项目定位：中国首个绿色生态科技互联网体育产业园区。项目规划：整体规划采用传统街巷式布局，功能上有四大区构成，即办公区、生产区、生活区、体育运动休闲区，各分区之间既相互独立又彼此联系。交通组织上采用人车分流的方式，东侧临河干道预留园区主要出入口，北侧设计次要出入口，办公和生活区人流与生产区交通流完全分开，互不干扰。建筑单位设计崇尚自然现代简约的风格，紧扣生态环保主题。一号楼规划：一层川崎品牌、维克利奥品牌、普利盛品牌等自主品牌，羽毛球、篮球、足球、跑步、骑行等运动系列展示体验区，2000平方米。二层川崎体育集团客户服务运营中心，2000平方米。三层行政办公、智慧体育平台技术服务、体育装备定制化平台技术服务中心、全球运动用品数据中心，2000平方米。二号楼规划：全品类运动装备的 O2O 电子商务的服务中心，为全国4800个 O2O 体育体验店提供专业化、个性化的运动管家服务支持，每层2000平方米，共三层6000平方米。三号楼规划：公司羽毛球技术研发中心、质量品质控制中心，每层2000平方米，共三层6000平方米。四号楼规划：公司仓储物流配送中心，每层5000平方米，共三层15000平方米。五号楼规划：川崎国际羽毛球俱乐部安徽训练基地，单层3000平方米。六号楼规划：公司运动服饰的全球服饰定制4.0制造基地，每层2000平方米，共三层6000平方米。七号楼规划：公司运动器材全球个性化定制4.0制造基地，每层3000平方米，共三层9000平方米。八号楼规划：公司员工公寓、食堂、活动中心的规划，占地面积2000平方米。配套设施规划：产业园配套的停车场、绿化带、办公入口、生态广场等规划。本项目是基于川崎体育集团旗下拥有的自主品牌、自主垂直化网络云平台、自主深度的供应链体系、自主拥有的国内外销售渠道等实业资源的转移，并结合安徽六安市政府产业扶持的政策资源、区域的成本资源、本地化丰富的人力资源为基础，川崎体育集团完全控股的子公司有川崎运动、联合运动、亚联体育、第一体育科技、瑞昂运动器材、普利盛运动、川崎羽毛球超级俱乐部有限公司。产业园区计划第一阶段投资3亿元人民币，3年内实现8亿产业规模、5000万的税收贡献、5000人的就业岗位，5年内实现10亿产业规模，创造8000万的税收贡献，5年内在安徽成为主板上市企业。项目的实施将为安徽整体体育产业化的发展起到龙头牵引作用，并同时为中国体育产业的发展做出贡献。该产业园项目的实施将为川崎品牌、
维克利奥品牌、普利正品牌现有合作客户、合作平台提供更为完整的产品生态布局，更为强大的供应链优势，全方位的信息化数据支持，为所有运动用品经营者打造一个全球领先的体育用品合作平台，助力中国体育产业腾飞，携手所有合作伙伴，开辟中国体育事业新篇章。